后就会要把过夜包带下去，好，就要带下去。明天我们因为要坐火车，今天我们要坐火车的关系，所以明天要坐火车啊。坐高铁是不是？我们要去哥多华，哥多华。明天要坐火车，所以，坐火车是要过安检的。对，不要怀疑。欧洲很多火车站都是要过安检的，因为怕你带危险物品，炸弹啊。